好了，今天是就是除夕，然后还要继续回来，早上还要上班的。当然我相信大部分还是跟我差不多，还是要上班的。然后早上上班把要上传的视频还上传了，但是平台上面广告基本上已经停了，停掉广告之后，就只能等它自然出单，但平台上面还是有些订单我没有发掉的，因为真没货，供应商以及那边厂家都放假了，只能等上班的时候，就是过年放假回来再重新订货去发吧。然后这几天亚马逊中东站那边完全是死寂一片，好像是有什么快斋月什么之类的吧。好像斋月好像是3月份吧，没那么早了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中东两个站点跟澳大利亚站点基本是没有什么订单的。估计正如其他人说，品类问题吧。所以我也打算做出一些调整。好了，那下午咱们过去跟外公打麻将。我不得不说，这边南方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。我决定在出发过去老人家那边之前，先做个几十下俯卧撑，暖一下身子再出发。太冷了，这种冷是在室内的那种阴冷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南方，到快新年前过来这边感受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阴冷、湿冷是非常恐怖的。先练一下，再开始。这一热身是好多了，再做一组，3下就出发了。才刚下来上车就下雨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刚把闸门锁好就下雨了，看看对面就是韩星搬过来的迎新海鲜酒楼。新会的人估计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，有兴趣大家可以过来帮衬一下。我是没有股份的，但是里面的菜真的是分量挺大的。随着季节不同，还有不同的菜式可以选，还是不错的。有兴趣大家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吃足100块，还有10块钱优惠券可以送，然后那10块钱优惠券不限制消费金额，随时可以用的。那现在咱们出发吧。现在步行过去外公那边打麻将，他是1点多快2点了，有点饿，去塔斯汀下了个餐，现在咱们走过去拿吧。咱们来到了中国汉堡，觉醒东方味觉的秘密。北京烤鸭，中国汉堡，我爸爸是中国人。这里是在哪里吃饭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530，530，帮我打包吧。好的，要稍等一下。哦，这样子，那好吧。前面就是新会步行街。已经走到这里，咱们今天晚上有时间过来走走看看。稍等，喂，你房你唔出声，我唔想问你啊，好嘛，欢迎欢迎，你真系有饭咩？啊，你真系有饭咩？对啊，妈，我过去我都过明边同佢行下嘅。好啊，你几时得闲得嚟一帮我行三番咧？可能都要过两日。好，过两日住咗。得朋友唔出声，同埋一帮老嘈晒咗先。冇用手机啊！啊，我得啦，就佢先啦，系嘛？想不到还见到从武汉回来的同学，非常难得。走吧。好了，咱们快到了，走吧。到了外公家了，
哦，啊，塔斯丁啊，我给你买份钱，当然行啦。今天那个油我给。粉暖酒，这你买麻花吗？没，我先想想买了，你没有？哎，你打车？你打车哪里啊？19.9，多厘米。这就有钱了，是19元的。哦，我以为两个汉堡的。哎，两个汉堡能够34元的。两个汉堡不可能34元吗？是啊，我不等你向我讲，所以我没买。我平时点解唔好？没人上班了，现在。性价比最高了。不如华莱士，华莱士从66.25初九上班了。好，都可以。初九再送过来吧，好吧。啊，我喜欢他的包。个包还可以，啊，个包可以啊，一个 QQ， 边度行？芝麻包嚟。好啦，我哋先。嗯，不错。嗱，又改咗。唔得。唔得。你哋听讲啦。几只？嗯？点好啦，一人一半。即即老板。嗯。然后第一次吃这个，哇，不很凉啊，不是天门，没那么凉，真的凉哦，是天门开的，有五了，文哥。几块？啊，哈。那，那听不听啊？还听不还听不？自家的味道还算不错的。听不的这下开牌，唔系听不的不话靓。喂，你拣拣的味道可以喎。好受邀啊，要我捧先得噶。味点都好睇噶，主角真系唔错。佢系因为无宁嘅解费，唔系无宁嘅解费，然后我换换价格啫嘛。回来了个枪，七的，七，自己。哦，冇乱得吧？要买哪个？要咯。你走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
得蛮漂亮的。啊，狗也上来了。不接得动我了。好牌走近。点咧？我开两块，两块五。咁样都麻唔可以省成啲，一人三粒。出发团年饭了。咁流行佢个电话啦。咁多都分得边个电话得？睇下咩情况。寻日四支队打平，除了赢你吗？唔系，多谈。哦，除咗。小粉平佢系全部粉平晒，所以要四支队 solo。俾我见你个车牌啊！我跟住先。啊？九十五号街啊！啊、哎！我嘅第一，喺诶，另边另边另边一角啫。吃完晚饭步行街，好多人。嗯、红豆雪糕十五块，没有，没好玩。哎，看一下，今天马上他端过来。对。一下就回家了。